停在一丝茎，摸在一丝庭，忍能也，从心忍身。该取什么名字？大师，如今觊觎你地位的人实在太多了，这孩子绝对不能留在京城。大师，告儿。这孩子乃天降之才。师父，我绝不会让你走了。大师，我年事已高，在我退位之前，必须找到那有印记的传人。娘，北国人民需要我。不要走，不要浪费时间在一段没有结果的爱情。